是超级电视台。请你跟我这样过。有没有什么样的食材食补可以让这些毒素降低或是排除的？你可能会用一点参类啊，但是不可以用人参，我们用的是什么沙参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是说玄参啦，啊，甚至有麦冬这种，增加它的一个水分的代谢之外，它也可以帮助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双手万能，吃还要给它按摩按摩，让它血液循环好一点。嗯，它甚至会吃到一点什么芽菜类的东西，让它这个部分的这个末梢的循环好一点。芽菜是像海带。海带啦，或者是说豆芽啊，这些都是有纤维值比较高，纤维值比较高的有帮助。所以呢，大家在想说，哇，这么多的食材哈，但怎么料理啊？对，还好有秋香老师在。对，秋香老师，我们就用刚的食材来料理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啊。哦，这个我们看到桌上的食材有没有？就很感觉很健康，是健康。这是绿豆芽，然后这个就是也是小的绿豆芽哈，然后这个就是像一些那个荞麦啦那一类的一个芽菜类的东西，然后还有海带芽。海带。那这边就是姜跟葱，对，是。那我先把这个倒进去煮，那这个就是大的豆芽下去，大豆芽。其他就生的，对，其他就是吃生的哈，好，因为其实偶尔要吃一些生的东西，就对人体会比较好一些哈。好，那这个只要滚起来就好了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我调的这个酱就是这个是酱油，然后这一个就是那个柚子酱，好，那这七味粉，对，这是芝麻炒过了，把它用酒瓶压碎，这是芝麻香油，哦，这个等一下调的酱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最简单的还有一个排毒茶，就是黑豆把它炒到哔哔叫叫这样子，就是有那个香味出来了，干炒。对，你要加红枣就是养肝啊，你要加甘草就帮助你的肾脏排毒，自己就在家里可以泡了。哦，对，就是炒干，炒到那个整个裂开要香味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自己泡。好香。所以黑豆跟红枣是一组，而且听说黑豆也是可以排水。对，这个就是用喝的，然后你把红枣就把它，日本很爱它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是我们中国的产物，但是日本人把它发扬光大。华南是怎么了？这个红枣你是泡过水对不对？哦，红枣我们到时候就是。你要泡水，要泡水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捏开，把籽拿掉。哎，好大颗哦！对，就这样子去泡哈，或者是你用煮的，用煮的话可以味道更浓郁一点。对，那我最近就专门在煮这个给我的。然后会不会变胖呢？因为红枣很甜。哦，还好还好。对，文昌，我跟你讲，杜拜的人都吃红枣来那个阳刚。对，养肝啊，养肝是养肝，阳肝，阳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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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阳刚怪啊！哎，杜拜的人都是吃这个，然后重振雄风。我们多吃一些红枣，我们也可以变帆船饭店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意思。对，可以去帆船饭店度假。除了养肝以外，它还可以养肝啊！好，那我现在呢，这个滚起来就好。我现在起火了哈，因为我要把这个海带芽就是泡进来。好，那我现在泡进来的时候，我就不甩它了。哦，不甩它了。是，好，因为我要调酱了。好，我要调酱哈。这个酱呢，酱料很重要。对，酱料很重要。好，这就是芝麻香油。对，好，芝麻香油哦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白芝麻炒过的，对，是这个酱油。酱油是，大约这两一比一哈。哎，对，柚子，然后这个是柚子酱，都是大概一比一的一个。这个柚子酱还可以化痰呢，还不错。对，好，把它混合，然后呢，好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它的寿司好像不太够，没关系，给它一点下来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哦。你就把它整个把它化开，好，因为那个柚子。好香，很香哦。好了，还更香的还没下去，来，白芝麻下来，好，七味粉也给它一点，有一点点日式的感觉，对对，是好。有一点点带辣，这样子你闻看看，哎呦，就香到爆掉了。哦，哎，你这个酱料拿来搅面线也好吃，我跟你讲，闻看。哇，有够香的，整个开胃了。是，开胃就会吃更多，怎么办？又胖了，要小心。那就吃的对，对。所以配这个豆芽。那我现在要把这个，对，你看这个海带呢，一下去也是变成对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就整个就把它夹起来。哇，今天是走凉拌的。这个走凉拌的，但是呢，我们是这个是一个热沙拉，热沙拉，对，因为现在秋天，对，温沙拉，对，这些生菜就放进来，可以
搅拌，这个搅拌混合在一起。其实我们这个芽，芽菜类的，嗯，其实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，因为市面上很多种芽菜，对，没错，你可以自己去挑 OK 的。是好，那把它混合了以后呢，来这个时候我刚刚不是讲过吗？哈，就是一些新香料的东西都要进来，好，就把它一样，是，你要把它就是整个，对对，搅拌一下。目前这一锅菜还没有什么味道的，对，是原味的，只有那个一点点的一个海带的一种味道。好，那这个呢，你现在可以把那个调味料进去拌，但是呢就不够碎啊，我们要拍照，就是要给它漂亮，就是淋在最上面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请客的时候啊，对，你要请客的时候，你就起锅再加淋上去，对，小小的心机就给它。哇，这个超轻食的那个样子，嗯，好健康。好来。哇！哎，除了这些菜类食材以外，如果大家还要加一些，比如说什么核果啦、坚果类、坚果类啊，可以加一下，出来品尝一下。哎呀，超香哦！哎呦，哎呀，它一定要沾着那个酱哦。对的，大家是几天不吃饭啦？这个是要加的，放弃了啦。这个好香哦。他一下子，方明就把一盘吃完了。还有陈翔老师想到了我们那两位专家，那个哇，冰雪聪明，你看，你一下就吃完，我们再放来就吃。哇，有的吃了，有的吃了，好香！你的酱料很棒哎，不油，不会腻，是哎，因为有的酱料你很怕它吃起来像没奶汁，那个吃多的是腻的，对，清爽的，然后再有点鱼纹，葱也不错哈，对，葱加在里面也很好，是，因为不然生菜有一点点会那种生生的味道，对对对对，是，要把它那个都盖掉，对，好，所以呢，依照自己的皮肤产生什么样的状况。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肥胖了呢？赶快去找医师稍微的咨询也可以，自己留意也可以，然后在饮食啦、运动上面来做稍加的一个节制，然后控制，我们就不会胖起来了。是，对，今天内容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妈妈抄笔记来搜寻，因为大家有没有在听啊？有，妈妈抄笔记来搜寻都可以找得到喽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好吃哎。超神准心理测验，侯昌明颜面全失，哎，潘小平指数有没有？昌明哥，不要你们呼唤，千万要好好举。你的太太最不满意的是你的这个太太，假来有抱怨哦，我们姐妹无话不聊啊。下周一晚上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给新手爸妈最有效的交战守则，将来如果他就放弃了跟别人的社交，那就是你要负责了。给爱美的你最简单快速的瘦身绝招，露比像寡妇呀，对你的营养饮食健康把关，够完的热量啊，又比那一碗汤的热量还要多两倍以上。探讨两性和亲子之间的情绪感受，你这地方刚刚称赞婆婆那又都是演出来的。锁定超级健康第一品牌，周一到周四晚上八点钟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